大河大鹏，今天来到了这个地方山东蒙阴，寻找啊这个乡村最接地气的馆子，看看今天找这个地方，你能想象的是个饭店吗？以前在农村啊，不知道老家你们的院子里啊围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，今天找到这个地方，明确的告诉大家是饭店。走，那就看看有什么吃的。看我这边上来。哎呀，有什么吃的？豆腐丸子多少钱？四块。糖有什么糖？还有别的吗？鸡蛋糖。鸡蛋糖多少钱？3块。鸡蛋糖3块。来一个这个豆腐丸子，是多少钱？4块。4块，好，帮我做。做。哦，是全都用这种木火炒的是吧？我刷一下锅。有几样炒菜你这里？啊？有几样炒菜？几样炒菜？嗯。还有豆皮豆芽。哦，豆皮豆芽是炒菜是吧？没有肉菜吗？一般都不炒，炒完的都自己买了。哦，自己买了。那待会我去买个东西，回来你给我加工一下，行吧？行。那加工是多少钱？多了多要，少了少要。啊，多了多要，少了少要，是多。是2块。啊，对，少2块。啊，加工是2块起步。再把火点着，阿姨。哦。好，你这个壶用了应该很多年了吧，阿姨？啊，15年了。看看，这种老馆子都是透露着这种时代的沧桑。15年了，你在这干炒菜干多少年了？30年。干了30年了。哦。好，哟，这是放的煮板油吗？哎。板油炒菜。放点葱姜。饺子吧，辣椒，饺子是辣椒是吧？哎，放点辣椒可以，阿姨。哦，这是放点，哦，辣椒是先放这么炒。嗯。用这种猪油炒出来菜是不是香？哎。哦。哦，放点菠菜。哦，放盐。盐。哦。我带大家看看这边的环境，看看这边吃饭。这种酒是怎么卖的，阿姨？10块钱一瓶。10块钱一瓶。哦，看这个酒都10块钱一瓶。好，看这环境。一般来吃饭的都是什么人群过来吃饭？都是赶集。哦，赶集的过来吃饭的是吧？哦，这里面放豆腐炖就可以了是吧？你在这炖着，我去这个买点东西过来加工一下哈，阿姨。好嘞，好嘞。哦，菠菜和豆腐。哦，这也是名菜了。嘿嘿，菠菜和豆腐是搭配，不知道大家知道好吃不好吃。老板，油条怎么卖的？6块5一斤。你帮我自己吃，帮我盛3块钱的。这是花生油条，这个。啊。好。好，你们这个也是用这个味的哈。哎呦，小弟是烧的什么呢？你们这个？烧的炭。烧的是哦，烧的煤炭。哦。好，到这边。喝上一个吧。平平的就行。哎，一目老去这边人就是实在啊。平生不行，得高一点。平生不行，哎，人实在。好嘞，好嘞，感谢感谢。好，到这边来看一下。好，这边是买的鲜鱼，老板。哦。哦，这种是怎么卖的？这种是15一斤，这是什么鱼呢？什么鱼？黄泥巴。哦，黄泥巴。哦。像哪种鱼比较好吃？这种是什么鱼，老板？没喂猪的啊，这个炖了好吃吧？炖了不好吃。这个鱼，这个鱼得有多少年了？哦，干不了。哦，这个鱼是有的时候喂猪的。好，哦，打饲料用的。这种白鳞鱼是怎么做的？干炸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20。20一斤。嗯。好，你帮我来一条。这种呢？
啊，十块钱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干。像这种鱼，它是一这么大的一条，它是一次性能买一条吃完。哦，就把它剪开买是吧？哦。它这个鱼，这个怎么这是有煎水就好吃是吧？啊，切出来一块块的干炸是吧？好嘞好嘞，谢谢大叔，生意兴隆哈。好。阿姨，你给俺炖个鱼。哦，这个就是四块的丸子汤是吧？哦，菠菜豆腐还有丸子，哎呦，够实惠的哈。好的，你看像这个鱼怎么做？鱼就干炒。好嘞，这种加工是多少钱？这个得四块钱，十的油多。啊，行，没问题，有一说一，是的。啊，买了个鲜鱼是吧？鲜鱼，对。这不说鲜鱼这个翻身网是吧？你们这边也管炒鲜鱼叫吃鲜鱼翻身吗？是吧？这是用花生油了。哎，炒鱼就得是花生油。哦，刚才那个不是，刚才那个是用的这个猪肝油是吧？哎，那会儿的是猪肝油炒了好吃。哦，你这一个大鸡能炒多少菜，阿姨？炒了40分吧。40分。哦。刚才讲是干了30年了哈，哎，30年了，30年一直就你在这干吗？原先人多好，俺俩，哦，人多俩，哎，哦、这他出去打工来了，哦，人不多了，我自己就行，哦，也挣不多哟，一个大姐能挣个打工钱200多块钱，他挣不了，我都卖200块钱，哦，卖200块钱，嗯、哦。哦，这是等到它这个油热，哎，热热油热。像这个鱼不用洗吗？不用洗，洗了也就这么干。哦，不用洗是吧？哎，哦，洗了一炒它就了。哦，洗了一炒就不好吃了。它了啊。哦，哎，对。哦，这就是多倒一次了是吧？哎，对。这个你听说过这个山东大井有个小胖倒鱼刺吗？没听说过。你倒这个鱼刺你感觉怎么样，阿姨？这鱼刺是嘛？我也不吃鱼。你不吃鱼？哎，哦，我不吃鱼，这是现在定的性是吧？哎，哎呦，看看这个鱼这么尖的，有没有食欲？嗯，干尖是炖呀。这个你觉得怎么好吃怎么来，阿姨？我不吃，干尖就是尖的黢黑。哦，尖的黢黑，哎，那要不就煎一下？对呀、啊。不，怎么都行，你感觉怎么好吃它怎么来。那要炖炖吧，浇开，行吧？我就先煎炖炖。行。哎。哦，你煎鱼有水平，直接来回的煎。哎。他们其实临沂地区讲的这个刀鱼刺，就是实际上是不会煎了，哎、把它刀烂了，是吧？哎，可能是吧，咱也没煎过。哦。这是放点葱姜。哎。5块。那炖炖吧，哈。行。啊，炖的就属于红烧了哈。哎，炖炖就是水炖，也不红烧，也不红烧。啊，也不红烧。哎。都是割的苦的。哎，咱不一样。炖也再洗。太咸了。哦，太咸了，要不、哎、还没洗是吧？哎。好嘞。哟，这回香味激发出来了。这是放点醋去香。哎，你别说，你炒菜还挺专业的，还跟咱正规厨师都一样炒哈。这鱼必须得这么炒。哦。你等我来做醋啊，小妹儿。哦。这样的话得炖多长时间呢？嗯，就12分钟就行。啊，12分钟。哎。好嘞，我们等10多分钟。哎。12分钟就行。哦，这是哦，干好干把它炖就行了哈、哎哎。好嘞，那我们尽情美味了。哟，还不行，不行，嗯，也行。哦，我们软和了，软和了。哎、哦，这个是为什么不用水洗的原因是吧？是不是在这出油干？哦。嗯
一天天不给你们动了。对对对对。好，这还是不断的往里加火啊。哎，火换了就不完。不加才有米啊。你是的，上次我们在济南那个大姨。这个加工任何菜都是10块钱，这个他我们买的鸡蛋，然后是清水煮鸡蛋，没有任何油，都是10块钱一份。干不多日子了，俺家干不多日子了，也就第二年是第三年，那时候不是那个当兵姓拉练嘛，对待这个这是个长眼，让他寻年轻的拉练，那个吧看是一个就是做饭的哈，烧茶馆抽的上，也是记上俺在这里。他说我来装那点那个水行吧，不行、啊。他提着奶瓶来了嘞，我记得烧了一天茶去吧，我就记得烧了一天茶。这小伙在那喝了茶，在那我在那伺候他一天也是，反正刚搁那提着，到门了他说我给你2块钱吧，嘿，你都是小孩，你也没有钱，我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说，都这么待待小孩，我说哪有钱呢啊？那个我说我不要了，我说你。来这会儿那会儿人还不打又不打这个走、是吧？哎，因为我寻思行吧行吧，我说这就是你是代表咱沂蒙这个菩萨形象了哈。哎，我说行啊，那个小孩那两个小孩刚洗，因为这小孩都也不大反正俺两家子盖了，那边还一家子。他个一提他茶，他一年平也才1毛钱。哎呦，这回行了哈。行了。哦，放点味精。哎。你还是装的辣椒就行了嘞。行。哎，吃不着哈，咱都吃了再装。好嘞。哦，好嘞，到时候得洗鲜子。哦，洗鲜子。好嘞。看看，其实今天让大鱼。大姨给加工了一份菜，这个鱼呢是4块钱加工费，然后是这一个炖呢，它是个人的菜是4块，这个有这个豆腐，有丸子，有菠菜。啊，今天起来，今天洗的湿了洗眼睛搁哪去了？干天干天的，不是，那我能一手灰。哎，其实我对于喜欢吃的，就山东大鸡和这种油条，刚炸出来的这种大油条，舒服的。哎，尤其大红油条，味道好吃。这个鱼呢，炖的就稍微有点咸了，因为毕竟是咸鱼嘛。像他们讲。山东大街上有很多大爷了，在这炒菜，说什么呢？说是刀鱼刺，刀鱼刺说白了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这种鱼，你看像大爷这种做法，他压根他就不是刀鱼刺，他炖的是冷冷悄悄的，只是付出时间。你像他们炒刀鱼刺，还弄了一大锅，就这么叨叨就炒了。看，这才是真正的功夫呢。看这鱼炖的，如果说把它倒烂了，也就倒鱼刺，剩下吃不到这种肉的感觉了。我感觉的话哈，从我个人感觉这个好吃。就是我平时啊还是很喜欢吃鱼的。其实在这种地方吃饭，并不是说是要味道做得好。阿姨，他乱七八糟的不往里放。像这都这个丸子，阿姨讲是自己家炸的，然后是这菠菜呢都是自己家种的，吃的哈，就是这种环境、这种氛围、这种原汁原味的。这种小酒啊是2元一杯，今天我开车不开车的话，正常一杯，这两个菜，妥妥的下酒菜。不过是这个阿姨炖菜，它全部是刚才我们看到了，用的是真正花生油，能吃出这个花生油的那种香来。哎，相当好。看，刚才这个大姐，这个3块钱
10块钱十番，十番的话4块8块，然后是21块钱，看看这一顿多么幸福吧。如果说你带上饭店的话，光这一个鱼他给你做出来应该是也不止21块钱。有时间大家这个可以到这种地方来体验一下，这种地方坐在这里吃饭确实是很惬意的。